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区块链项目是 Tron Capital。 那现在可以看到它的主页的一些信息。安全投资在60天内获得 200% 加的收入，除了您的存款。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些的数据，关于投资以及当前余额、活跃用户。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匿名区块链平台，基于 Tron 智能合约技术获得绝对安全的利润。那所有的存款和付款均以 TRX 加密货币进行。 Tron Capital 呢，它是具有独特的智能合约的可靠性，它的区块链技术可确保您的投资完全安全，那排除了欺诈的可能性，也排除了第三方挪用存款或变更合同规定的条件。在这里呢，你可以通过验证和审核成功，通过智能合约，以及我们可以看到智能合约的独立审核结论，用来检查合同等。基本的收入为1%，每天产生1%的费用，以及我们的持有红利。通过收入计算器呢，我们可以在填入我们的存款期限，按我们自己的选择以及我们的支付请求来计算。这边可以看到余额分配，投资者储蓄支出占90%，行政费用大概占3%。我该如何开始进行被动的收入？首先，您需要有一个加密钱包和足够数量的 TRX 硬币来存放。可以看到两个步骤，第一步是存入我们的智能合约中，最低存款为100 TRX，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收入的获取盈利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进行存款的这一个按钮。那同样的，我们可以在右上方点击进行存款。进行新的存款，这里输入我们想要存的额度，最低是100额度，点击进行存款。那这里呢，会接受到它的一个确认信息。我们查看到个人的确认信息，进行接受，选择 Accept。就可以完成我们的投资额。这可以看到我的投资额是 100TRX， 因为它的最低限额是 100TRX， 可提取的余额为 0.000138TRX， 每24小时的当前收入为 1.0%， 基本收入还有持有红利等。在下方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总收入、投资回报率、收入，可以看到它的数据是不断的在变化的。那我们可以通过复制我们的链接地址，通过推荐来。